潇洒来去不留一丝遗憾，情自乱总来纠缠，伴无声的呐喊，我的心有牵绊，尝过酸甜苦辣数不尽的悲欢，谁欠谁该怎么算，英雄低头也无力还，我的挣扎你不给答案，却有一厢情愿带我先清关，请脱衣冠进行检查。搜身。主公，春天方的女乐班已经到了。好，叫他们进来吧。Thank you.
美人儿，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爱人。没想到穿了软肋甲棒，朝野之中能和杨素一决高下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一直想除掉我这个眼中钉，今天他是没机会了。我是红福，这本不是我的真名，如同我身边的这些同伴一样，我们的名字都是按照功夫名册取的。隋朝大业年间，天下大乱，原本我只是一个被乱世淹没不为人知的生命，然而有一个人给了我一条生路，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成为了杨素府上的一名爱人，这个人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叫独孤城。催魂术，
长安城里出现了一个奇人，他能预知未来，断人凶吉。长安城的信徒甚至为他盖起了一座庙宇。独孤城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带此人去见杨素。都说你能知晓未来，断人命运，你可知道你今天的命数如何？人人都说现在是个乱世，乱世里总会出现那么几个奇奇怪怪的人，百姓也愿意相信这些神鬼之说，聊以安慰。可是我杨素偏偏什么都不信。你的同人已经招供，那首《杨花落》《东方曙》《桃李子》《莫浪语》的童谣是你们受人指使散布出来的。《杨花落》说的就是当今的皇上，《桃李子》暗藏一个李字，你们想给一些人谋权篡位的借口，让天下改杨姓为李氏，不是吗？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天下得权势的李家也没几个，你正好给了我放箭的靶子。什么时辰了？就快天亮了。洪福他们也该回来了。洪福，主公已经等了你一晚上了，赶快去回禀问安吧。天色尚早，我想主公一定还在安寝吧。他要是肯安寝就好了，他昨天一宿没睡，折腾死了。哎，主公已经吩咐下来了，你回来立刻去见他。知道了。你们赶快上去吧。是那么不小心，想打断我的腿呀！饶命啊，大人！先打断他一条腿。大人，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等等等等，大人，谢谢谢谢大人。打断他两条腿。是。不要啊，司空大人，我不是故意的，司空大人，请你饶命吧，大人，救救我呀，大人！你们退下。主公。都回来了。是，都回来了。李月将军呢？李月满门军灭，主公可以安枕。这样就好。洪福，过来坐。洪福。洪福刚砍完杀戒，满身血腥，有晦气，怕主公战上不吉利。没关系的，我也是武将出身，不在乎这个。你过来。这么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谁会相信它沾满了血腥呢？就是这个味儿，又咸又腥，带着杀气。
闻到它，我真是兴奋极了，我忍不住，让我再多闻闻。爹，爹，司空大人，少主，啊，哎，爹，我刚得到消息，李玉一家56口全被斩了，闹得京都里沸沸扬扬的。我就知道是你们办的事，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吧？留下痕迹又如何？当今天下，除了皇上就是我了。皇上四处巡游，靠的就是我在京都替他料理国家大事。只要不惊动皇上，谁敢动我？他说的也是啊。哎，爹，下一个你要杀谁，交给我吧。要不我成天领了一帮子精兵，无事可做，除了踢球就是摔跤，怪没趣的。算了，这些事就交给暗人吧，何必脏了你的手呢？话不能这么说啊，爹。您如今打天下，我这个做儿子的总得尽点力吧，免得他日您要是做了皇上，我……你胡说什么？嗨，您怕什么啊，爹？现在全京城谁不知道您最大，连皇上都听你的，满朝文武都不怕皇上，就您怕？你废话太多了。我，大人，少主这也是求功心切啊。玄感本来好好的，就是你们这些狗奴才挑拨教坏他的。我问你，在外边也这么口无遮拦吗？当然没有了。你就不明白，有些事做的说不得，有些话是说的做不得，这一点都搞不清，枉为我杨素之子。我懂啊，我怎么会不懂啊？我都说了我懂了，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我没有别的要求你，刚才那些话你再也不要说，连想都不要想。你要是再胡言乱语，莫怪我杨素不把你当儿子。儿知道了，你回去吧。儿告辞。成儿也回去吧。是。洪福，你留下，今夜我要你侍寝。我就不明白了，我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就这么不信任我吗？好像我多笨似的。我在外头所有人都把我捧到天上了，就只有我爹不把我当人。总有一天老子不靠他，你看我闯不闯得出一番事业来。杜国长，你也算是我的义兄了，你帮我就等于帮我爹，你好不好告诉我，我爹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外头都说他比皇帝还大，杨帝什么都听他的，可我就搞不懂了，我爹干嘛不自己当天子，老人那个杨帝压在头上干嘛？他闷不闷啊？一直在等，除了等，你还能做什么？你曾经把我从一个地狱里救出来，却把我送进了另外一个更为黑暗、更加不可超生的炼狱。你说，我究竟应该爱你，还是恨你呢？
了。很好，带他去梳妆。是。当我第一次穿上那件红色的嫁衣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这世界上最具有魔力的一种东西。它将带着我走向我最爱的人，成就我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杨素是我生命里的第二个男人，对于他来说，我像他养的一只猫，一条狗。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夺走了我的贞操。就从那天起，我的心死了，对独孤城的爱也死了。小呆，你看，这断剑形制多纹饰，应该是楚风。
可能是西楚霸王的宝剑呢，啊，对不对啊？哎，不对呀、啊，项羽大小战争未尝一败，他是被围困垓下，自刎而死的，那这断剑就不符合了吗？我再想想啊，这剑也许是勾践的，他败给夫差，也就在这个战场，也不对。哦，这剑应该是韩信的，他跟项羽在此大战，还排了个背水阵，就在这河中。河呢？这里应该有一条河的，是这里不会错吗？对不对，小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个习惯，总喜欢回到我杀人的地方。姑娘，啊，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第一次见到李靖的时候，月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他脸上没有半点阴影，赞赏也好，仰慕也罢，他都只是一个过客，也许是再也不能遇见的人。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竟然会使他成为我生命中第三个男人。姑娘，可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认识住在这里的人？我的舅父呢，曾和李将军有过一面之缘，我来长安本打算前来拜访，可谁知道……对了，姑娘是李将军的。我不认识什么李将军。哎，姑娘，真是世事多变，没想到李将军竟然这样突遭变故。本想呢，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凡事只能靠自己了。对不对啊，小呆？只能靠自己。走了那么久，肚子都饿了，你等我一下，我叫些吃的。小叫花子，以后再敢来我店，小心我放狗咬你！滚！喂，老板，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你干嘛那么凶啊？哼！来，把手给我。来呀、啊！没事吧？饿不饿？来呀、啊，喂，你去哪儿？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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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曾经我也像他一样，面临无声无息的死亡，但是。
夺孤城改变了命运。那么谁来？谁的孩子都没有。来俩吧。这个多好啊！来来来，我来看看啊。这些钱你就去买些吃的吧。哎，这是新鲜的。哎，过来看看新鲜的。让我来。对呀。哇塞，哇塞，哇塞，给你吧。哎，姑娘，怎么是你啊？真巧。走吧，来，送给你。哎呦，快快快，我不怕。走，去参加招贤大会。对，哎哎，叫叫叫，走叫叫叫，招贤大会。站住！一个帖子，没问题。这是我的。好，来来来，哎，这是我的。进去吧，给你。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请请请请请，站住，先请，快点，帖子呢？快点啊，走啊，让先吧。这是我的，啊，进步。你的，哎，准备的怎么样？啊，你进去啊。哎，你干什么？我要参加招贤大会。你的帖子呢？啊，什么帖子啊？自然是招贤帖，没有帖子不得进入。啊，那就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在下三元市李靖，前来拜见司空大人。嗯，不行，就是防着你们这些没名没姓的乱闯，所以才规定要帖子的，没帖子不得进入。啊，这位大哥说的也有理，既然这样，我就不难为你了。往后借一下。哎，这可是越来越奇怪，到底是什么？哎，我来一下，这个这个八卦图干什么？什么八卦图？八卦图？是干什么啊？真奇怪！干什么？这修身伤肚颈，死即可。开门！哎呦！提问蹲点的顿数，不行，不能让他进去。走，走，得了啊！真是的，哇，太神奇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哎呀，真是，这不得了，不得了，厉害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呀，哎，哎，呀，哎，我呀，呀，哎，哎，呀，哎，呀，呀，哎，呀，呀，呀。洪福呢？去哪儿了？可能在后院候着呢吧。快点把他叫来。好。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
到处找找去。站住！你们这帮奴才干什么呢？启禀少主，刚才有个无赖没有招先帖就闯了进来，小的们正要把他赶出去。无赖？什么无赖啊？刚才一直在比武，没见有人进来啊。这进来了，进来了，只不过不是刚才，而是现在。在下三元李靖，见过司空大人。怎么搞的？洪福去了哪里？他一向独来独往的，谁又能知道他的去向？再说他又是主公面前的红人，他去哪里，谁又敢过问？我是他的师姐，我敢过问。只怕他没把你这个师姐放在眼里吧？敢！洪福回来了。你们找我？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在等你，主公也在等你。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可知道我们有任务在身吗？知道，所以我回来了。站住！说话的时候不用背对着我。招贤大会，唯才是举，司空大人不会因为区区一张没用的帖子就将我这种想报效国家的青年拒之门外吧？请李贤士上座。谢司空大人。司空赐座。奴婢在。这是我府中的一个陪读丫头，平日里也识得几个字，有着一肚子怪问题。丫头，趁这个机会请教请教李贤士。是。姑娘，请问吧。请教李贤士，如今大隋是盛是衰？大隋正在日衰。近这数年里，辗转江南各地，发现百姓生活困苦，男丁被征召征战，开运河，起宫殿，耕田荒废，国库则虚，国库空虚必征重税，引起天下骚动，各地风尘四起。如今逐鹿反王，各行伪政，西北突厥虎视眈眈，威胁着我大隋天下，如不思对策，国将不保，民将不保。再请教李贤士，司空大人是良臣还是奸佞？司空大人位高权重，天下皆知，大隋命脉就捏在司空大人的手里。如今司空大人据守西京，防守空虚，一片浮华气象，长安是天下必争的王城，能守则保国家安宁，成为大隋忠良，败则不免成为千古罪人，遭人唾骂的奸佞。还望大人能够为百姓着想着想，务实为要。李贤士满腔热血，可敬可敬，文治口才堪称一绝，
不知武功拳脚如何呀？靖所学是千人敌，而非一人敌。不过，既然司空大人要考的话，李靖也只好献丑了。好，安排阵势，请李贤士教场破阵。李先生，请。请。嘿。